喂 K 先生，喂麻布哈，系啦。咁咧，其實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係買嘢啊？唔係買嘢，應該係話好似以前咁樣以物易物咁樣嘅。古代嘅以物易物係啊，有冇試過咧？咁啊，而家大家咧，如果想要一樣嘢嘅話咧，多數都係直接購入啦。係啊，上網買嘅話都係睇中咗，跟住之後可能過數啊，信用卡嗰啲。有冇試過係有一啲自己即係可能未必會成日會攞嚟用嘅嘢啦，跟住之後會想同人哋換另外一樣嘢，同埋可能買咗，即係嗰啲咧買咗翻嚟之後咧擺好耐，即係喺日本買翻嚟啦，十幾支，十幾支眼線筆，傳說中咧係眼線筆，十幾支眼線筆，台灣買咗翻嚟，唔知點解每次去台灣都要買眼線筆，因為覺得我明明每個月去台灣，每個月都話要買十幾支，我唔知有幾多隻，下一次又會好耐都去唔到，都要買定先喎。啊，咁同埋咧有陣時咧，可能我有個經，即係我有部。唔知道提唔提好咧？我生日禮物曾經收過一部菲林嘅相機啦，就冇人用過。咁其實我係數碼相機年代，咁我用數碼，咁我比較少玩菲林相機啊嘛。個Diana Plus 嗰部啦，咁冇用過咁啊。不過嗰部機我攞嚟珍藏，我冇攞嚟買啊。真店。如果有人想買，可以同我講。OK 。好啦，咁我哋繼續講翻呢一度先。咁呢一個咧，今日介紹下呢一個 app 啊。呢個 app 咧，其實係類似一個交換 app 嚟噶，交換嘢，即係咧一個平台咧，你可以放自己啲嘢上去啦。咁啊，再睇下有冇人有其他嘢。有你有興趣，咁你可以進行交換。係啊，一個交換嘅市集咁樣嘅嘢。好啦，咁啊，點樣用噶呢嚿嘢？我因為我玩馬布係玩開嘅呢嚿嘢，我哋今次又馬布佢嚟詳細講解。呢一個咧就係你見到上面寫全部啦，咁咧你呢一個係市集嘅版面嚟嘅，咁你即係如果我想揀嘢就喺呢度。係啦係啦，呢個市集嘅版面，呢個總版面啊，有咩好多唔同嘅嘢啦，跟住你可以揀。我想睇下有啲咩項目啊，得唔得？睇下先，男士、女士時尚、媽咪寶貝、寵物書籍、遊戲、數位影音，寵物好笑啊！我感覺。睇下先，換工具咩？家電、家私、園藝、健康、美容、美食、用品、藝術、古董、樂器，樂器都可以啊！個人服務係咩啊？好想撳，我唔記得咗個人服務咩添。我個人嘢嚟啫，冇乜特別。我喺度諗緊會有啲咩？收眉啊嘛。OK。收眉同埋剪頭髮咁樣可以交換，會唔會咧？可能得㗎。你話頭先係咩啊？寵物係嘛？寵物好笑咯，因為我撳入去寵物之後見到 Hello Kitty， 你又覺得呢、這個真係寵物嚟㗎？呢、這個 tag 又係好笑㗎喎，全部都是寵物嚟啊！咁另外嗰啲就會係啲寵物玩具嘅。OK， 即係可能有陣時可能買一啲嘢俾 Kanga 最中意、最中意啦。其實寵物係好重要嘅一 part， 點解？因為成日咧我買好多玩具啦，但佢唔玩咯。咁跟住你又覺得好似嘥咗，但係佢又冇用，咁你又唔會自己同自己玩，即係就可以試下同人哋交換睇下。如果人哋啱，咪可以俾人咯。因為其實呢個除同埋俾人之外咧，交換之外咧係可以免費贈送噶。嗯，可以送俾人。俾人之外咧，你仲有機會可以攞到人哋，即係喂，我呢支棒我只貓唔玩，我可能交換完之後，只貓就會玩咁樣嗰啲。聽到喺後邊。係啊，頭先真係下邊經過。係咯，頭先好似見到佢經過。喺度喎。我哋做乜嘢啊？你知有嘢買俾你啊？谢谢。你唔锡我啊？唔锡。佢真系唔锡我。我哋交換埋你啊嘛，你喺度坐一陣得唔得？系啦，咁啊咧，咁睇下有啲咩啦。其實咧，我哋試過開咗個 account 咧，我哋換咗啲點樣噶？跟住之後。想揀一個。做咩搶嘢啊？做咩？有冇搶鏡好啊？女士時尚。係啦。咁咧，你可以揀下咧，你自己中意啲咩啦？咁譬如啊，呢度有下角咧，咪有個錘嘅。咁即係話咧，係啦，即係話佢已經係同人哋換咗咯，或者交易。即係成功交易。係啦，咁樣你睇下佢哋用個袋嚟換咗啲咩咯，幾好笑到咧。用個袋嚟換咗個袋咯。50% 啊，長唔係啊 ，Mastermind 啊。Mastermind 換咩啊？嘅另外一個咩？呢個唔知我冇牌子。只係用過兩次嘅金色手袋。$60 ，OK， 咁即可以睇到人哋用咗嚟換咗。係啊係啊，睇成功案例。我哋睇下仲有啲咩先。呢個係咩啊？呢個？呢個右邊我知係咩咯？右邊呢個係 hand cream 嘅牌子嚟嘅喎。呢個係用。但係你睇見啊？呢啲換咗。哦，係啊 ，hand cream 啊 ，hand cream。哦 ，hand cream set。即係同一間公司換咗唔同嘅嘢。唔係啊，唔係啊，呢個 hand cream set。哦，個 set 嚟。跟住就換咗呢一個。換咗包嘢飲。Yogurt 嘅嗰個罐啊。佢整 yogurt 出嚟噶 ，OK， 系啊，幾好喎、啊、呢、這個幾好喎、啊，因為其實就係兩樣完全唔拉楞嘅嘢換都幾好玩，係啊，幾特別喎、啊，有機會係換得好咗，我覺得。
OK， 咁其實咧，我哋都試過擺一啲嘢上去賣噶。如果大家有 download 嘅話，又想同我哋換嘅話咧，係可以同我哋換，應該係換嘅。好啦，咁我哋開翻我哋嗰個先。嗱，我哋擺呢幾樣嘢上去換噶。唔知道會唔會有人想同我哋換啊？嗱，對唔住啊，我賣咗，偷偷地賣咗你個遊戲。我都未批准佢，佢就攞咗。嗱，試完因為我哋已經，我都話我都中意儲啲遊戲，咁賣鬼嘅。係啦，我係啊，咁我哋呢只 game 我哋爆機啊，咁啊賣咗呢個遊戲佢，或者係換啊，換，即係可能咧可以係同類型嘅遊戲，即係可能我玩完呢一隻 game， 咁我想同人哋換其他 game 都可以做到㗎。咁啊就寫啦，寫翻啲 detail 啦。最近新出嘅忍者龜開封已爆主線劇情，已爆主線劇情係唔關事嘅喎。唔會影響到隻碟嘅喎，好笑啊！所以想打落去。O K， 跟住我仲俾一條 link。遊戲內容好參考以下呢，我仲俾一條 link， 佢覺得好笑，因為啲人啲。好啦，咁你想換咩呢？可以提供我家小貓玩嘅玩具或者跳台或者近期嘅其他 PS4 遊戲。O K， 咁啊，另外咧就呢一個啦，呢一個正常少少先啦。咁啊，最正常啦，高踭鞋啦，咁啊女仔應該好多噶啦。咁可能買翻嚟，咁啊我發覺唔係好啱著啊，係啊，唔係好啱著，肥咗啊，只腳著唔落啊。咁諸如此類之後咧，咁啊睇下試下，我哋期待一下換唔換，我哋有機會換到啲乜嘢嘢翻嚟？即係有冇人同我哋話啊？我想換你呢樣嘢，我哋呢幾樣嘢就應該包兵拖唔係好夠。換你，換你，我問佢咯，可唔可以用呢個嚟換你雙金啊？咁。這個呢，我想知道有沒有人會想換，所以我特意擺上來，擺出前一丁上去。但我想，我要求只是比這個多少少，我已經可以換的了。我知道，豬骨濃湯味，你知不知道高少少？麻油味，麻味。Yes！ 或者是辣的豬骨濃湯味，辛辣麵，多了辣油，辛辣麵，辛辣麵。不是，我很細心的，我們那天日期呢，怕它過期我拍了。咦，過期了？未過期啊，你過期啊。不是4月7日？2017年嘛。OK。好，我們不如試一下即刻放一樣東西上去換先。那我們這裡看到這麼個加號啦，跟住左邊物品，右邊就許願啦。係，我哋物品係咪？物品啊，擺隻手喺度，賣咗我隻手。賣隻手，可唔可以賣咗隻手？賣手，切啲手。可唔可以試下賣咗呢嚿嘢佢啊？呢嚿嘢，咁好啦，可以左邊。冇，我哋揀啲。其實我有嘅。OK。呢個就係台灣買翻嚟，除咗眼線筆之外，多出嚟嘅眼線睫毛液啦。係啦，咁啊呢嚿嘢，我深信我去台灣，我去台灣嘅時候，我係買過十次㗎嚇，每一次都話要買㗎。我認得呢個好好用的，是我買的。 OK， 好好用的。 OK， 咁咧左邊就好似佢有啲似美瞳秀秀啦。你想唔想影得靚啲？我要啊，影到我隻手指唔靚。我要咁樣，唔緊要嘅。咁樣唔係真實啲咩 ？OK， 咁可以影一張。影一張，跟住點啊？後邊又影一張。跟住就撳第二張，影第二張啦。咁可能我哋睇到啲日期或者功能會開心啲。咁跟住之後第三張咧，第三張係打橫嘅。唔要。如果我覺得夠就唔使印三張咯。第三張係點啊？拆出嚟，跟住之後下面寫未開封。用住咁樣。OK， 跟住就去下一個步驟啦。跟住咧，你可以咧美圖秀秀佢揀封面嘅，即係你要邊張做封面啦。咁我梗係自然封面啦。跟住就有啲似美圖秀秀嗰啲濾鏡啦，咁可以揀啦。哇，濾到睇唔到。係咯，咁我就覺得唔係好襯我嘅，咁所以我就用翻原圖啦。版型。版型就可以加呢啲咧，好搞笑呢啲啊！OK， fashion 啲嘅，即係好似好正咁啊，就係咁樣影個樣好似好正。但你遮住咗嗰個主題，咁繼續遮住。嗱咁樣啦 ，OK。跟住就可以揀啦，跟住就會寫依個係咩啦？描述睫毛液。OK， 咁總之描述啦，大家自己打係啦。全身啱啊，呢個好重要啊，對女仔嚟講，全唔全身嘅化妝品好緊要。跟住你就揀裏邊啦。女士時裝，所以呢度咧有人會將 Hello Kitty 變成係寵物用品嘅，因為諗唔到擺喺邊。係啦，咁係香港嘅，咁我可以揀免費贈送咯。如果你撳呢個咧，就變咗係可以免費送俾人咯。OK， 係啦，咁我就唔免費啦，因為我想試下換啲換咩好啦，我哋換層樓啊，試下。冇人會同你換嘅喎，可能有咧，可能突然間有個富翁，跟住之後話。我喜歡這個人，價值比這個大一點的，這麼虛浮的，你的東西因為很直接說面
面膜咯，未開封嘅面膜啦，好嘛？啊，都得嘅。係啦，咁可以揀呢一個郵寄或者面膠啦。面膠啊？面膠，咁你幫我膠喎、啊。冇啊，郵寄啊。係，你又驚啊？懶得出門口啊！好，同意全球唔得，我面膠，面膠，然後同意全球膠。哇，犀利啊！我想約你去巴黎做膠相傳。OK， 咁樣就完成咗一個即係你擺一樣嘢上去交換嘅一個流程噶啦。OK， 如果人哋要嘅話咧，佢就會就物理揾你啦。係啦係啦，佢就會通知你咯。喺、okay. 下面留言咯。好啦，咁啊呢個就係一個流程，試咗一次俾大家睇，點樣樣去擺一樣嘢上去、嗯、去交換嘅咧。跟住之後咧，佢有一個特別地方嘅，咁右左下角嗰個市集就係頭先睇嗰度啦。跟住右邊咧就許願牆咯，許願牆都幾好玩嘅。許願牆咧就係將你自己想換到嘅嘢咧就寫落去咯。我想換到啲米啊，係啊係啊，會寫噶。跟住之後咧，你係咁寫寫寫啦。跟住譬如我見到一個咧都幾得意嘅，見到呢個這個我又追蹤佢。係呢、這個啦，佢就話想要許願咧，想要嗰啲貓籠啊、貓嘅嘢啊咁樣。因為佢啱啱執到只貓翻嚟啊，跟住我覺得好可愛，咁我追蹤咗佢。Okay, 現在都想即你會看看他有什麼你有的東西可以滿足到他咯、okay. 因為他很直接就會說我心目中想要的東西咯那人如果他見到我就會說咦原來我有我不用那我就直接聯絡他咯嗯他好喎、啊、跟住我呢我許了個願給你看但你不要說我 OK 你不要說我我期待究竟他許了個什麼願呢你按我想要啊哪裡啊我已經想要翻副太陽眼鏡，因為我上次整唔見咗，我用咗一次咋。呢副太陽眼鏡，大家只要睇我台灣嘅片，就會見到我哋用呢副太陽眼鏡。喺我哋搭飛機走嗰陣時候，過緊關嘅時候，我哋發現唔見咗。如果有十鑊嘅話，請通知我。好啦，咁今日介紹咧嚟到呢一度啊，呢個 apps 啊，咁如果有興趣嘅話，自己試一下。咁如果揾到副太陽眼鏡嘅話，就記得聯絡翻我哋啊。好，今日嚟到呢度。好伤心，我见到副太阳镜。记得大家俾翻个 like， 同埋记得订阅我哋啦。下次翻嚟再见，拜拜。拜拜。